激西冠、激灯冠、好令冠、回来冠。潮州市广界饶平冠。遐咱潮汕呢，称为桥乡，即是华侨的故乡，叫做桥乡。为什么叫做桥乡呢？就是因为出乡的人非常多，因为咱潮汕大家会知道非常熟悉啦。直播每班公里。小段只是可正作的地方呢，每晚呢是34%，37%。所以，去咱潮州北面呢是大山，南边是大海。等我十外岁时间，日本侵略潮汕的时候，迄个时间的学生文化界的良师呢都。向大方贴土，另外离开潮州到顶摆后方个去，首先我甲人朋友用步行爬过一个山，个山个名叫做咩个呢？高子岛。So, when people were fleeing out from the area, I was going with the. 不过现在我们。现在飞机可以飞过西藏高原，但是到去电视的时代呢，还去地方拢着行路个。所以潮汕这地方啊，气候好，文化都好，所以也大。正正物件会生只，哪个方式也咩？所以潮汕。后面呢就出现地久人多的现象，那个无地方了啊，住在向外发展，落海飞扬。那现在爱出国就过去坐飞机，这个到美国。但是到后电视呢，叫做桂花。桂花的人呢是做茶头钟，叫做红头钟，无记起来，只有用方方就行。桂花的人呢，非常挑强的，通常是带着一包，咱潮州的农民过去以外下一条一包，叫做水包，甲比这个钱呢。是那段坐点过，做呢？是那段坐点过呢？因为点过上来未过生菇，打去，好充气啊！爬过行，食落个，配过嘴，个肚子出来两把。So， 出庙个人啊，想想是到天海关个蒸馏港。坐只红头钟，佮人是因为钟头有红，所以叫做红头钟。桂花诶，桂花个目的地呢，主要是红南、马来啊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。上最钟到大海沉落，南是有时会飘行，即种飘个目的地去到南庙。也去搞不一定会适应水土，去搞关生病、病死的人做一做。祖先就是上辛苦，离乡背井，流泪告别父母妻子，去过往。因为咱潮州人刻苦。耐劳，聪明能干，所以到了南庙之后呢，不仅长得足卡，而且迅速发展做生意，开工厂，非常迅速蓬勃发展起来。
古当都登地个创造财富，帮忙南洋就做国家，伊啊伊啊政府来，古洋祖国，帮了给洋帮了祖国，潮州人，都南洋在干时，移民到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。 现在就全世界有足侪潮州，包括潮州个后裔，更加唔是呾直接到潮州过来。全世界个潮州人有足侪呢，直采王人，生活到潮州本土，生活到咱个故乡，有足侪咱呢，当然是直采王。 1992年有一个通过，生活到每一个潮州人是十几万，陪潮州各方面好配，但是我唔是做生意，也唔是搞政治，我是个游客，算作是文化界个人。 所以我配个呢，偏重潮州个南方文化，上面大过，咱潮州古早是一个蛮荒之地，到处硬去啊。遐现在呢，潮州是一个文化艺术非常发达，出现潮州高人，个文化弘扬个地。 为什么现在潮州一条主要的河流叫做杭江？请问时间，这个杭主得做皇帝，去皇帝平来，能潮州这最偏僻的这地方入城市，入来潮州只有半个月，去做了。 两件最大的事，何事？该就是伊，当时龙命来到潮州，他就讲：“哎呀，养鸭鹅啊，食牛食羊啊，食鹅甚至食鸭，有一间古文修到古文平厝就当叫做智鸭鹅翁。”我谈，我讲给大家听。 伊来到潮州的时间就呾，鸭鱼这个活海啊，钓长刀，就闽南将一只鸟甲一只刀夹落去个，拿开，叫做煮这个鸭鱼，炖鸭鱼，那会，那钓着钓，大海钓，大海在其难，潮州大海就钓着。 鸭鱼大胆的交换着食指，你明早收出个下巴就去到海。鸭鱼蛋，金鱼鸭鱼用前三只去做潮流南沙一海，用鸭鱼蛋的三只来做着，耍个大海。三只功能至五只，五只功能至七只。 七只功能始终不肯刷牙，那如果七只的话，唔可就是六万刷牙。是这双彩皮里面超强健特色，婴儿牙齿充实，必正刷奶子。伊就爱叫人强健特质，甲高超的刷牙齿。 刷个伊人了，随将一篇文章现在来同伊充满风景面色，从历史个观点来同伊们对台湾现在现在上面生，你们都台湾现在，所以不足为怪。那唔是回答，俺儿是唔是正式请了朝廷命官个命令，做南沙大海？
记得是卖过来个之后，有几位啊，二组宽的，就宽的不就，现在不了不啊二。